里啊，我有一片全部都是葱吗？对，他们都是葱，都是好棒。那你像什么豆香？我刚刚想说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吃葱？傻眼，我说对了吧？这是你刚刚称豆香，你跟我说这是葱，这是稻米，这是稻米吗？啦啦啦啦啦，这是豆香啊！对，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喝了几杯。继续，所以这里是哎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有鉴于我跟他算是有私交，我觉得他需要吃一点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来让自己变聪明。好，因为你觉得我们太瘦，需要吃一点东西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太笨了。所以到底吃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吃这个东西，就是葱，吃葱才变聪明啊。有这种吃法吗？不是啊，是以形补形啊，是吗？以谐音补脑袋啊。OK， 所以我们背后这个绿油油一片，全部都是葱吗？对，他们都是葱，都是好棒。那你像什么豆香？我刚刚想说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吃葱？傻眼，我说对了吧？这是你刚刚称豆香，你跟我说这是葱，这是稻米，绿油油是稻米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去找大哥，大哥会帮你解答。拜托，好，我们先去找他。你等下就去跟大哥说，你等下就去跟大哥说，我要变聪明。大哥，我想要踩这边的葱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好。我今天带两个人要来帮你踩葱，踩葱。他们说他们想要踩那边的葱，那个是米还是葱啊？那个是稻米呀。你看。是葱啊，是葱哎，这个才是葱啊，对啊，天天吃的东西怎么会不认得？对啊，真的是吼，葱就长这样多，对对。可是你们有采过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是爱吃葱的吗？我超爱吃葱，我也很爱吃，太棒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帮你们采葱，对。可是采葱是不是拔得起来吗？你拔得起来吗？可以吗？试试多重，跟拔萝卜一样难吗？多重？大哥，你试看看。你试试看看，大哥，你试看一次。我随便拔哦。我示范一次哦，一手。一手拔下面，这里拉起来，拉起来。那你这一株，你再试一次。这样拔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它就凹一下而已啊。这样很简单，哎。你会吗？我会吧。会吗？哎，可以。大哥，你好棒哦，你会拔葱。大哥敷衍呢。大哥怎么？大哥连看都没有看，没看到你拔的。哎，这个土要打一打。打一打。哎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总不能跟大哥这样子一道一直踩吧？那我们要不要来个踩葱比赛？每个人一旁啊。每个人一旁来个踩葱比赛，要不要？要这样看到你确定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要甩那个土吗？要啊，也要换好啊。哎，我这样子算一把而已吗？不是这么多哎，五、一二三，哇！哎，我去挖，蛮得心应手的。我加快加速，一三九，哇！我三九四九，哇塞！四十五十万，你太大了吧！五十，二十，看最速！我的天哪！教练，你帮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刚刚踩的有没有合格？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是蛮累的，所以大哥，你们平常。是自己人工这样子直接踩过去吗？很累，对啊，好辛苦啊。好，那大哥，我们接下来踩完葱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要这样，手收起来，要放这样，给它包起来。可以，好，拿起来看重不重？哎，这样对吗，大哥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采好这些葱，我们要去哪里？
是回去洗呀、啊哦。要洗，把那洗干净。钱呢、啊？那我们就跟一人一包哦，拿一包。好，跟大哥走、哦。好，你拿得动吗？这超重，这超重。可以可以，这超重。走吧，大哥，不要小看我们。哦，你好棒、啊。你带路，大哥。走走走走，赶快走。大哥，快移动啊！快移动，大哥。